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小屋的 Vlog 来了。今天是我自己化妆哦，时间非常紧迫，我就不要说话了，来一个消音版的沉浸式化妆 Vlog。现在开始打底，打了一层底。你看今天的手法如此的着急，说明时间很紧。但是谁都不要催我。现在呢，上一些遮瑕，提亮一下自己脸上的肤色。这个步骤呢是上了一个液体的腮红膏。好了，下面就是一些简单的步骤，来褶痘，褶褶痘印，然后用散粉简单的定一个妆，千万不要压得很死，不要上太多的粉，然后润一下我的嘴巴，拿出我的修容，把鼻梁画一个大概的轮廓。你看画得多么认真，完全不顾你们能不能看到。好了，鼻子提亮，大家也看不到了哈。下轮廓简单的阴影，很薄很薄一层。这时候拿出了我提前准备的眼影盘，粉紫色，因为紫色是应援色呀。今天我的眼妆也要符合我们今天过生日的主题眼妆。然后先来一点淡淡的粉，画完了以后多么开心。然后继续扫一些紫色的眼影，去蘸一点这种粉粉的小亮片，然后放在自己的眼皮上，继续用手紫色的小亮片，然后放在了眼皮子上。现在用的是一些深紫色来画眼影根部渐变彩色盘，也是用紫色来画我们的下眼睑，然后用了一点点银色的亮片放在眼头，眼影大部分就搞定啦。然后这个时候来涂我的睫毛，眉毛画得非常的顺手，用浅色眉笔把眉毛的形勾出来，然后就开始贴我的睫毛了。哇，好认真哦，贴的，哇，贴好了一组，多么开心，贴得这么的顺利。本来想贴下睫毛的，但是时间不够了，当时画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催我了，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。涂上了睫毛膏，然后把它烫翘烫卷，最后也不忘了给下眼睑的中间点一些亮片片，粉紫色的腮红也不要错过，小面积的给脸上铺上腮红，开心还给自己鼓掌，对不对？然后拿出了我提前准备的小蝴蝶，因为我生日的主题是破茧成蝶，这个小蝴蝶也是给自己准备的。然后还有，这是钻，这不是亮片，这是钻，贴到了我的眼尾。好啦，然后涂上我的口红，也是符合今天主题粉粉亮亮的一个亮面唇釉。好喽，换衣服喽。换完衣服是什么样呢？当当当，好，金发小屋上线了，自己非常满意，准备跟你们直播喽，就是生日那天我们直播相见的那一刻。好了 ，vlog 拜拜喽，拜拜。